是第一个船到再不答应很快就是第二个你为何要把事情做绝人你给他太多的选择竟然会跳所以我从不给人太多的选择要么服从要么死对于他我已经多给了他一条路让别人替他去死你这么说不过是让自己心里好过一点罢了可你听听这些声音你可以装作若无其事但这些声音你永远忘不掉所以你睡不着阿弥陀佛少林陷入危机你就串通你妹妹来骗我出家人不打妄语城门道却是你与梅姑之子不会少等
绝不。明施主说，今日少林陷入危机，命悬一线，你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如果贫僧骗你，想还无相活命，那不恰恰又是救了明施主你吗？这骗有意义啊。当年你学习沈家，沈梅儿怀着身孕逃来洛阳，她不想要这个孩子，所以吃了很多良药。所以你才会从小深受寒毒之苦，这都是娘的错。你骗我，你说的都是骗人的。娘不会骗你的，我只是希望我的儿子他能活下去问你的师父拜火僧，那场战斗他在，他是我的哥哥，也是你的舅舅。我的儿子，却因为承受那个伪君子，又杀死他的亲生父亲。你是不是觉得很可笑？已经冲向敌阵了，我看这样咱们别等援兵了，咱们这就去救他，我这就去点兵。妈，传我的命令，撤兵。为什么？没听清楚吗？撤兵。他不救三弟了？他违抗军令，理当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军令如山，不能更改。撤兵。大哥，你也想抗命吗？
世界。是程素抛弃了明德，不管你信不信，可这是事实啊。都无所谓，谁是我的父亲，谁是我的母亲，没什么关系。就算你真的是我的母亲，明德真的是我的父亲，我一样杀他。为什么？因为他作孽太多，天不可恕，我一定要他死。你就这么恨我吗？你说我作恶多端，我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是程素、高寿喜他们背叛了我。我告诉你，是他们对不起我。当年我们带兵剿倭，我们6000人，倭寇10000多人，打不过。程素，我大哥，他让我带兵去吸引倭寇8000主力，然后他出奇兵制胜，我信了。其结果怎样你知道吗？我不光信了，还去做了。当时我确实吸引了倭寇8000主力，我带了多少人知道吗？800人。我守了3天，带着这800多人，我守了3天3夜。可就是这个程素，他突然反悔了，他下令撤兵，而高寿喜不言不语，默认了军令。是你的父亲，但我告诉你，他只不过是在还账罢了。你骗我，我爹他不会这么做。我才是你爹，程素，他只不过是个可怜的伪君子。不信，你可以去问问他，你的拜火师傅，他当时在场，他什么都清楚。我知道，我知道你接受不了，我何尝不是？让你突然知道一个和你有着深仇大恨的人，居然是你最亲的人，
这真是老天跟咱们父子俩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身上流着我的血，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你可以不认，但你是要遭报应的。我宁可下地狱，我也不救你。像是羔羊一般的任人宰割，正念愚钝，不能救少林出水火，还请大师指点迷津。大师曾贵为先帝国师，如今却在这达摩洞一躲就是30年，难道大师也是在逃避吗？今日也许就是少林的灭绝之日。如果少林真的被兵丹所灭，那么弟子愿与少林共生同死，但大师你在这大魔洞里了此一生，就真的这样心甘情愿吗？你可以不露面，但弟子只要您一句话，少林存亡真的与你无关吗？不管多久，弟子就在这里当大师挥霍。娘问你，你真的不想救他？任凭他是什么人，我不救。不救。
就是搭上你自己的性命，也要父子相残吗？你们走吧。儿子，娘知道他罪孽深重，他应该偿命，娘也不想委屈你，娘想用自己的命换他的命，这样行吗？姑姑，梅儿，我没想我能活着回去，会妥协的，他要的是交换。我拿我的命换你的命，还能换回整个少林。值得吗？我拿我自己的命换回你父子两个人的命，值。
大师，弟子今日怕是要硬闯了，除非把弟子打死在洞口。 大师，恕弟子无礼，擅闯达摩洞。 时辰已到，能忍能了，我可忍不了。统领，师傅，下拜子在听老人家的教诲了。统领，你干啥呢嘛？有本事给我回来！统领。
看我，佟丽，佟林，你要把人冲过来呀、啊！冷静点，佟丽，你是活得不耐烦了。佟丽，拿下！哎呀妈呀！化日之下，敢公然抗旨，全都给我拿下！不就是一条人命吗？何必如此？站住！站住！站住！贫僧能在少林圆寂，此生无憾。我就成全你，住手！全体收兵刃。是你我父子相认之人。
你们是什么人？回大人，我们是生意人。生意人还带个道子，还配着刀剑。保个平安，看看大人可否通融一下。哪里人？洛阳人。把你的刀拿给我看看。降龙迎接来迟，望船主恕罪。请请。来，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高剑雄，高将军。这位是我的爱将，江龙。江龙也是汉人。我们应该是朋友。梅儿已经不在了，我们之间的仇怨该到此为止了吧？20年了，再见面却是转瞬，人鬼殊途。明师叔，你不觉得？这是对你，也是对我的一种惩罚。人生就像一场赌博，买定了一手，没有退路。我好像无法回头了。苦海无涯。能否回头，只是说辞吧。我把你母亲葬了，离这儿不远。头七的时候，我们一起去吧。我来是与大人谈另外一件事。说吧。辞去的僧人明日火葬，请大人亲自着火，以谢在天之灵。你要我给那个和尚下葬？是。我知道了。我会全力医治大人的。